马来西亚慈济奋争联络处在刚过去不久的学校假期里，第一次举办希望教育成长班，让来自奋争侨民华小的清寒学子，透过手账本设计，以及观赏富教育性的卡通动画片等节目，来启发他们的爱心与学习热忱。在慈济志工的耐心陪伴与引导下，孩子们轻松度过了快乐而又充实的一天。带上名卡，享用简单的营养早餐，再透过团队游戏，开启学生们的学习与探索之旅。希望教育呢，就是结合慈善跟这个教育在一起哈。这十位小朋友呢，是由校方推荐给我们，希望经过我们志工跟校方一起的陪伴之下，一起的努力之下，能够陪伴这些小孩子成长哈。就是可能在学业成绩方面也能够得到提升。上人很注重这个教育，上人说过，唯有教育能够翻转这些孩子，甚至是这整个家庭的这个宿命。孩子们就是我们未来社会的希望，所以我们就是说，希望通过这样子的陪伴，能够就是陪伴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，能够有爱、有善的引导，就是把这个善带进他们的家庭，甚至带进整个学校去。因为生气是要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而且生气对自己的身体不好。孩子们全程认真参与，从旁陪伴的慈济师姑们也跟着一起学习和成长。我们都没有办过啦，所以当初也是战战兢兢的啦。之前面对到的考验都是像电脑方面的啦，师姐都帮忙，所以都能够迎刃而解啦。真的是团队的力量很重要啦。有了一次的经验，希望下一次可以做到更好这样子咯。面对这些小朋友，我们都感觉很年轻掉了，就是跟他们一起，就是用小孩子的那个说话啊，就是很天真啊，小孩子讲话都不会拐弯抹角，就是很直接的，所以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啦，不是说我们给他们什么，是他们给我们什么。学习之余，师姑们不忘给当月生日的孩子送上祝福蛋糕，他们的用心家长都看在眼里，感觉很好，他帮忙了小朋友，带给小朋友了快乐欢乐。我希望孩子下一次还可以再来参加这个活动，让孩子可以在这里玩耍，在这里成长。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，不止拉近志工和孩子们之间的距离，也在充满爱与关怀的氛围中，培养孩子的良好品德和自信心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，马来西亚奋争报道。